在城市宝宝评选颁奖典礼之后，美国英龙传媒又举办城市宝宝绘画比赛颁奖典礼，儿童少年的优秀绘画作品受到了评审老师的好评和赞扬。请看报道。由华美银行冠名的华美银行城市儿童绘画比赛，以我梦想的工作为主题，得到学生家长、中文学校、美术学校的大力推荐和支持，共有500多位儿童少年参加了这次比赛。这次比赛依年龄分4个组，鼓励儿童少年发挥自己的想象力、创造力，用绘画来画出未来的梦想，表达小小年纪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。儿童少年的画作稚气可爱，又充满童趣，未来的画家将在他们当中诞生。过去16年来一直支持城市宝宝还有这个绘画比赛呢，看着很多的小朋友成长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那么很多当年的 baby 呢都变成了大朋友，那现在呢大朋友呢又开始像今年的主题是我梦想的工作，也让他们开始想想将来真正长大以后呢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专业。当天评审老师包括杨建立、季新华、王悦等人，以及英龙传媒总经理林淑婷、英龙传媒董事长苏彦涛等人，分别给各组的优胜者和1、2、3等奖颁发了奖牌证书。优秀作品还将在《城市》杂志、《新民晚报》美国版展示。这样每次评选呢，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孩子们学习的过程，跟小画家求教的过程。孩子们呢，天真活泼、灿烂浪漫这种思想表达得非常的完整，非常的完美。他们用他们非常天真、他们非常纯质的一个笔触呢，来表达出他们在心目中未来的工作。那么我们这些裁判呢，在现场呢，看的都是惊喜连连呐。看到了一些个纯真无邪的心灵画出来的这些作品，我觉得将来大师肯定从他们里边能走出来。我祝福他们，是吧？用他们的这个想象力，既陶冶了自己，又给世界呢带来了美好的事情。环球东方记者吕玉冲、洛杉矶采访报道。